哦，第一人称视角，好近啊！去，我抓，我再抓，我抓，抓，我总觉得不好抓。医生说你会来救我，你真的有办法到这吗？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怪物，我要疯了。爸爸来了。其他的人是活着的吗？还是死人呢？神奇的真布魔法林咕噜林波诺。嗨，雪人大大。布林波诺，别再哭了。等等，再来拿。
答。我看到有个人杀死那些怪物，我想我应该见见他，看会怎么样。说不定他认识爸爸，不过他也有可能是什么怪胎。以防万一，我要把我的东西和手机留在这里。厨师，不好说，不好说。本次试验将探讨从 Stan 内部环境抽离的方法。你的目标是消灭所有其他相连的受试者，拯救你已经生在 Stan 中的女儿。是说他女儿认得出来他相神是爸爸吗？我觉得他女儿会吓死欸。受试者 CB212 被定为定罪杀人犯，你完全受控于 Stan， 他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而且正在瓦解你女儿的记忆模式。杀死 CB212 并评估少女的状况。 Stan 会渐进侵蚀受试者的记忆，逐步改变他们的人格和外貌，直到实验对象完全受控于 Stan。 根据鲁维克事件的资料，我们可以推断鲁维克的本体是借由进入实验物莱斯蒂威瑟斯的身体而得以离开 Stan 系统。此次测试将探索 Stan 心智消退的影响所提供的更多标准脱离方法。由 Stan 的外部进行传输以及追踪 Stan 内部皆有出错和延迟的可能性，善用你的判断力应付任何状况。七名受试者：少女警探、双胞胎、假释杀人犯、精神病患、退伍军人、少女的父亲。走吧。那个人说他是杀手，杀死怪物就是他的职责。他说他正在收集这些奇怪的代币，强迫我帮他一起找。可是当我想把一个代币放进我的口袋时，他开始大吼大叫，而且眼露凶光。那时我想逃跑，他可能会杀了我，但是我不逃走，他也可能会杀了我。
哎呦！保险箱是吧？不是啦，不是厨房，没人说过会是这样。这些杂种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把我放进来那个老女人，说不定还能带给我更多乐子呢。天煞了，谁把一个孩子放进这里？我还以为这里全是毒虫僵尸。谁是你爸？那该死的人是谁？关我什么事啊？就知道我不能相信那个小屁孩，居然想偷我的战利品。搞什么？我能听到有人对我耳语。你想进来我的脑袋？你以为摸透我了？不要命令我。那个小甜心去哪了？一定在这附近。现在我知道你的目的了，把我骗进来这里。你把我当白老鼠？你以为控制得了我？我会杀光你们全部。我觉得他已经忘记初衷了。你是不是忘记初衷啊？为什么我觉得聊天是想歪了呢？聊天室好糟糕啊！会穿墙，不对吧？穿墙啊！
嗨 ，W 七。你的女儿记忆流失速度因为 CB212 死亡而大大减缓，可以推测她对其他人已无影响力。资料显示，你的女儿正在移动，极可能与 CB207 同行。消灭她，资料将会保存，并对 Stan 掌控力的进度和稳定性进行分析。Stan 利用受控的实验物件射出波长，使该区域中其他人的记忆和意志退化。此附属功能可以加速 Stan 的控制力。为确认在指定的记忆状态下排除踪迹点对受试者脱离系统有何影响，必须进行测试和分析。啊，所以212是刚刚的。啊，这次的207是谁呢？不是黄油啊。一大早玩什么黄油？每个人都会变成怪物吗？我跟着这个高个子绕了一阵子，因为他迷路了。他说不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他一直在跟他哥哥说话，但根本没有人看得见他。我开始觉得他有点可怕，所以我就离开了。结果他开始追我，我回头一看，他开始渐渐变成那种东西。我也会变成这样吗？这地方好诡异，来到这里之前的所有事物，感觉都像上辈子的事。Hello, TSU.
外面放鞭炮，这里就是硬生生。恋爱的酸臭味是怎样？哥哥，人家看见你真好，失去你真是让人难以忍受。我来这里是要逃离，要寻求慰藉。我就是知道你会在这里。没错，我知道。我们说好了要帮忙，但是现在我感觉很矛盾。不，我在改变，看着我的身体就知道了。你没有看到吗？为什么你没有变化呢？你知道吗？我觉得不止我的身体而已，我们的心智也在改变。你觉得这个女孩是谁？她显然不是他们的人，那不太可能了。那女孩跑掉，我吓到她了。那个我，在我核心却不是我的东西持续成长，你也感觉到了吗？戴着兜帽的那个男人看着我，他是死神吗？我们可以玩耍，就像小时候一样。我怎么觉得这对双胞胎的对话好暧昧哦。哦，原来是这对双胞胎啊。哦，是这一对哦。我来解放你们吧。
脏。啊！这是什么？警探？警探哦。你的女儿记忆衰退趋缓，但 Stan 对剩余受试者的控制力依然稳定持续。唯一确认人在屋内的受试者是 CB204， 一名警探，进入对应区域并杀死那个警探。目前我们无法全然肯定实验物件死亡，以及连带去除他们的影响力是否和保存记忆力有直接关系。很可能有某个未知的要素在影响受试者记忆的完整性。你必须观察女孩的移动模式，并留意预期外的景象。
这一区是赚钱区啊。赚钱区啊，可以靠拢过关。伤奖杯有点恶心啊。女儿在怕什么？你在怕什么？爸爸来保护你。爸爸来保护你。
五阶段，我们的警探受试者在第四阶段屡次失去自我觉知，并显露不觉的自杀倾向。我们统计至少要四次企图自杀，同时受试者也反复出现间接的身体畸变。受试者起初的恢复情况完全逆转，目前他已经失去自我觉知，源自其他受试者的意识灌流，是 STAN 控制力的构成要素。受试者的记忆开始错乱，语言能力大幅丧失。织田，You are. 哦。是你呀、啊。为什么你叫织田呢、啊？摔